屏东县春日乡去年1月开始引进交通部的 DRTS 需求反应式运输服务，统计到上周已经突破30,000总搭乘人次，主要提供长辈就医以及学生就学，大幅改善当地族人的生活品质，也降低学生中辍情形。你之前没有这个车的时候，都谁送你去学校？妈妈。那、啊、你觉得现在有这个车好方不方便？方便。你现在有这个车，觉得好不好？好啊。怎么说？就可以不用让家人麻烦。我们最大的最大的看见就是我们士文部落的孩子的辍学率呢有大幅的降低，那还有我们丽里部落的孩子们上学的就不用再由家长接送，大大改善了我们春日乡弱势的老人家跟小朋友就学的一个状况。春日乡六个村多为山路，交通不便，尤其士文部落的主要道路因为台风山崩路毁，只剩前山后山狭小的产业道路。 DRTS 成为部落长辈和学生唯一的交通工具啊，对我们很方便啊！不会骑车的也有没有空带老人家或是就对我们真的很方便啊。透过部落会议或者透过部落的说明会，我们了解到部落的每一个部落的需求，我们就针对这些需求呢来特别来做一个规划，那所以我们的搭乘的人数呢都一直在维持在一个中高运量的部分。过去长辈都必须坐计程车就医，学生则是走路、骑脚踏车甚至骑机车就学。春日乡因地制宜的 DRTS 不只提供便利性，也提供当地族人更安全的选择。原视新闻巴朗屏东春日采访报道。